基本上来看一下呢，我们的公司债，好，我们说了公司债呢，我们要谈两个，一个是一次还本，就是这边定期还偿还公司债的会计第十二第11.2节，这538页，就是我们出会所讲的一次还本，好，一次到期还本的公司债。然后第二个，我们才去讲分期还本公司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那个它的相关的那个会计处理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呢，我们从课本当中的例子，因为这是我们初会里面有讲过的。好，那当然我们到时候会额外讲一些情形发生，比如说发行成本，好，这个应该他后面会去提哈。那我们先看一下，好，这边有了哈，这个发行啊，好，没有，我们先看一下呢，事例一。好，事例一541页，文字叙述的部分请你自己看。那我再重复一次，像我们现在是先做复习的动作了。好，那事例一呢，540页。好，新纽公司。好，那个如果你不是第8版的话呢，你自己找一下。我想这个例子应该是没有改变才对哈。新纽公司X6年4月1号发行面额100万，利率10%。每半年付息一次的5年期公司债，好，那票面利率是10%，好，那有效利率如果发行当时有效利率是10、12、8，那你应该做的那个，你应该计算它的什么发行价格怎么算？那我们基本上来讲啊，好，我们说公司债它会有折价发行、溢价发行，就看票面利率跟你的有效利率是不是相等。如果票面利率等于市场利率，它就是会平价发行。如果都是 10%， 我票面利率 10%， 市场利率也是 10%， 那就是平价发行。如果我的市场利率是 12%， 好，市场利率比较高啊。好，基本上呢，那个如果你的像我们课本上面讲说第二种情形，如果你的票面利率是 10%， 市场利率是 12%，那你就去想他会折价溢价，那你就很简单的去想，如果他给 A 就是这个新纽公司给我 10%， 我借他钱他给我 10%， 别人给我 12%， 那请问一下你会去买他的吗？不会。那如果他一定要卖呢，他就一定要降价，所以他就会发生什么折价发行。所以当市场利率比较高，他就必须折价。相反的，如果我给你的票面利率是 10%， 市场就 8%， 大家会抢着去买啊，抢着会去买 10% 的利率的公司那个债那个那个债债权，所以它就会涨，所以它就会溢价发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看最后的结果哈，有效利率 10%， 它的发行价格也是100万，如果是 12%， 它的发行价格96万6千多，是不是折价了？如果它的利率有效利率是 8%， 它是发行价格就会涨嘛，是108万多。好，但你这里要提醒你一点，你还是每半年，所以5年就10期。好，所以你在算它的半年的利息的时候，是票面金额乘上票面利率乘上6/12，或乘上1/2的意思，就是半年。好，这是第一个你要记得。那再来，当我要算它的折现值的时候，好，请你要注意看哦，它的折现的时候，它市场利率如果是 12%， 因为半年啊，半年利率就是 6%， 看懂吗？好，所以这个这边的小小的注意要该注意的地方哦，因为它复习的方式复习的期间不一样，你的计算方式就要不一样。那如果它是每季付利息，那你试算一下好了，其他条件都一样，但是市场利率是 12%， 每季付利息。好，你来算算，我们这样列式子就好了。那算出来的金额一样是年利率是 12%， 好，其他条件都一样，只是它付息的方式是每季付利息，它的折价的金额会比现在的金额还要小，就是折，就是说它发行的价格一定会低于92万6千多。好，你可以试算看看。好，我们来写一下好了哈，100万，我乘上是它的票面利率是 10%， 但是我每半年复习每季复习一次，
好，你可以写十二分之三，你也可以写四分之一，一年四季嘛。好，然后呢，一共我要付几次？大批年金限值。好，这个批够大了吧？哈，那你看我现在讲说，假设市场利率是等于 12% 的情况之下，所以我每一次付这个利息，一共要付五年20次，一年4次，五年就20次。那我的利率是多少？ 12%， 一年 12%， 那表示每一季是多少？ 3% 啊，对吧？12除以4嘛，所以季利率就是 3%。好，然后呢，一样到期我会要还100万，或者是我会收到，如果是投资我会收到100万，那一样啊，小批哦，因为到期一次收到这100万的。好，那多久？20期，一样市场利率是 3% 的情况之下，它的100万的复利现值，这边是每一次每一季收到利息的年金限值。好，那我说的我已经讲，我还没算，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低于926000，比现在课本上面的每半年复习一次的情况来的小。好，你可以试算看看，我们的复利限值表就在第四章，好，150几页吧，153、154、155那附近，你可以试算看看。好，这是事例一先讲的例子。好，就是你的发行价格怎么算。好，这样听懂了吗？好，这是第一个哦，长期负债、公司债你一定要先会的。好，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那复习他这边讲说，如果你在两个复习日当中发行，记得公司债它的一个特性是一定的时间支付一定的金额，一定的时间支付一定的利息金额。所以我虽然假设我是在这个例子哈，假设我的发行日是在4月1号，好，我的债券的发行日是4月1号，因此复习日是9月1号，好吧，加610月1号，它是9月30号嘛，好，对不起，它是9月30号跟3月31号。好，每那个复行日，好，我是在4月1号复行的话，我在第一次复利期9月30号就要付半年，然后接下来每半年我都复习一次。好，那现在如果我公司在说我4月1号发行呢，那我定了每半年复习一次，所以第一次复习日期是9月30号。但是如果我不是在4月1号就顺利的发行出去，因为某些原因，因为什么原因，不管它，总之假设我在6月1号，课本上面我看一下举的例子是什么时间。好，对不起，它的时间是7月1号发行，然后呢预定发行日，好，4月1号。好，所以它发行的，好，发行日是在7月1号。我如果4月1号发行，半年就是9月30号。但是我在7月1号发行的时候，我说了公司债的特性是什么？讲好一定的时间，每一年的9月30号，每一年的3月31号，我就要付利息，付多长？付多久的利息？半年，都已经讲好的。所以我9月30号我就要付半年的利息，但是我才7月1号发行而已，对不对？所以如果第一次开始买的人，他只持有三个月，他只有持有三个月，等于他才借给这个公司三个月，他就可以收到6个月的利息，合理吗？那不是第一次就抢破头了，当然不会有这种事情。所以发行公司一定会先去收什么？这前面这三个月的利息先把它收了，然后到时候我才付给他半年的利息。那这半年利息有这个一半是投资人先付的，因为他有前面三个月并没有借钱给公司，那后面三个月才是公司借钱要付的利息费用。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给我们的例子好了。好，他说呢，7月1号的时候呢，用平价发行，票面利率是 10%， 跟刚刚一样哈。然后呢，复息日是3月31号跟9月30。好，然后呢，他是但是呢，发行日本来预定是4月1号。好，那你看一下呢，我在发行的时候我做的分录怎么写。好，我在X6年的公告上面，我就是X6年4月1号要发行的，结果我没有发行出去。那没有发行出去我们姑且不讲是什么原因啦齁。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第一次发行的时候我的会拿到多少钱，因为他告诉你评价啊。好，X6年的7月1号第一次发行我拿到现金拿到多少，他告诉你是评价啊。如果评价照理说就是100万我就收到100万嘛。好，但是呢除了这100万之外他还要先收三个月的利息。所以呢我们来先自己算一下齁，不同比算一下。好，100万乘上 10%， 然后乘上12/3。好，所以呢我应该先收到的利息是多少，100万乘上 0.1 除 4， 所以我会先收到25000，我会先收25000的利息。所以我发行的时候我会拿到多少现金，102万5000。好，然后我的贷方呢是应付公司债。好，因为这个公司债呢面额是100万，它没有折溢价，因为我票面利率 10%， 而市场利率也 10%。 好，那多出来25000是什么，我将来要付的应付利息。好，这份录你应该就知道了嘛。好，因为我先收到这个钱，可是这个钱不是自己，不是那个发行公司的，也是他先收下来。然后接下来9月X6年的9月30号第一次付利息的时候，他承认利息费用25000，三个月，然后呢还这个应付利息。好，因为刚先收了三个月的利息嘛，所以应付利息也25000。我第一次定年金啊，年金的意思是说一定的时间支付一定的金额，所以我每次付利息的时候我要付多少现金，100万的 10% 乘上1/2，所以我每一次都要付50000。这样看懂吗？好，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你在两个复习日当中才发行的话，记得，因为公司债的特性就是一定的时间支付一定的金额，所以我不管什么时候发行的我都是每一次要付人家50000块的利息。好，所以如果他没有借我那么多那么久，那我就是一样要先跟他收25000。好，这是发行公司跟第一原始投资人。那发行公司跟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他的会计处理的金额的决定是在发行日那时候就决定下来了。好，因为当时候你要评价，你是评价你是溢价你是折价，是发行的时候的公平市场的有效利率跟你的票面利率决定出来了，往后发行公司就是这样做。然后他不管是它的市场利率怎么样，因为它在它的发行的金额在发行日那天就确定下来，是折价是溢价是平价就决定下来了。所以未来它的市场利率在发生任何变动跟原始的发行者的分录就完全没有影响，会影响的是谁，投资人。那原始投资人如果我持有一段时间我想要卖可不可以，他没有说不可以耶，因为他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像股票一样可以买卖的。好，所以呢如果原始投资人呢我现在要想要卖，那现在呢如果市场利率变低了，市场的有效利率低了，这个债券价格就涨了。所以我现在卖我还可以赚到利差，资本利得，资本利得就是买卖价差。好，所以对它有利。
所以有时候呢，虽然市场利率比较低，但是我急着要用钱，没办法，我就是亏钱、亏本，我还是要卖，因为我要用到钱。所以这个时候跟发行公司没关系，跟投资人才有关系。所以发行公司所产生要记录的金额，在发行当时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好，这样清楚了吗？好，那所以我就提醒你说，如果未来市场利率变多了变少了，跟它无关，跟发行公司无关，好，只是跟投资人之间的交易有关而已。好，那这是两个复习日啊。那九月三那个另外一个时间我就不讲了哈。好，他也没有要做3月30号。好，发行成本，我们刚谈到你发行的时候有折溢价发生，好，就是你的市场利率如果跟票面利率不一样，就会发生折溢价的问题。那现在除了这个，其实一般在实务上来讲，你发行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成本发生的。比如说，好，你要发行的时候，可能你不会自己卖，你又委托什么承销公司去卖，好，那你是不是要给他费用？好，那就是给他承销费，这个就是你的发行成本。那当然，你如果债券有是一个有价证券啊，好，他如果有印出来，他有纸本，那你这个债券是不是有什么印制的成本？那既然是一个有书面的东西，你肯定要去什么？尤其像我们是上市柜公司的话，那你还要跟什么证管会那边去什么做登记？所以你有会一些什么规费发生，这些都列入发行成本。那这发行成本呢？好，我们会把它当做我们的折溢价的一部分。如果我是有溢价发行，我是溢价发行的，那因为我有发行成本，导致我的溢价金额变小。因为我成本发生，我是不是要付钱？所以你原来的溢价的金额就会变少。如果你是折价，那你折价的金额就会变大，因为你收到的钱有一部分呢，还要去付你的发行成本，所以实际上收到的钱就更少，所以你的折价的金额就会越大。好，所以当你有发行成本发生，然后告诉你，如果条件上给你哦，市场的有效利率是多少，然后票面利率是多少，给你了之后要告诉你说，我这次发行的时候有发生多少的发行成本，这个时候你要去重新计算你的有效利率。因为你的，我刚刚是不是讲发行成本当作是你的折溢价金额的一部分，所以你的折溢，如果你发行的市场利率跟那个票面利率不一样的时候，你的折溢价的金额就会，折溢价的有效利率就不一样，所以你要重新去计算。好，所以你看一下事例三。好，他说呢，新友公司跟前面一样，4月1号发行面额100万，利率10%，每半年付息一次的5年期公司债，发行价格是108.1109。好，另外又发生了发行价格，发行成本32000。好，那请问一下，他这边就问你了哈，你要去做他的有，去计算他的有效利率，然后来做它的发行分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拿到的金额，好，我拿到的金额是发行金额是1081，它这边告诉我1081、109，但是呢，我要付了什么32000的发行成本。所以等于说呢，我实际上发行而拿到的金额是1089、1081，所以是1049、109，这就是我的什么发行价格了。好，因为我要把发行成本当作我发行价格的减少的一部分嘛。好，所以我实际上等于说，我付了发行成本之后呢，我实际上发行价格就1049、109而已。好，所以我要做的分录是1049、109。好，公司债一样100万。好，我的公司债溢价，好，应付公司债溢价。49109，好，
这是我的愤怒，然后这可是呢，他未雨绸缪，请你先算一下他的有效利率，因为呢，等我付利息的时候，你是要把有效利率算出来，你才知道你要承认的利息费用是多少。好，所以他这里就接下来，他这边是不是要你去计算他的有效利率？好，那你就看呢、啊，他既然说我100万在这里啦，好，这边我把它改一下，它是半年，然后呢一样是实期，因为是5年，好，然后呢市场，它现在这是我要算的实期的 I， 好，然后呢一样，这边只有实期，但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多少，实期的 I 等于1049109，所以你要去算 I。好，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次有讲过事物差补法。好，我先去试它的区间是在哪里。好，除非我算出来的是刚刚好，要不然的话我就用差补法去算它的有效利率。好，那还有印象吗？我们做一次给大家看一下。你在事物的时候，你自己先去判断，要先去判断我现在是不是溢价。1049比100万还多嘛，多了49000多，所以还是溢价发行。那溢价发行的话，表示你的利率一定什么？市场的有效利率一定会低于10%，对不对？因为你是溢价，所以票面利率一定是高于市场有效利率才会溢价。好，那我不知道我 I 到底是多少？对不起，不是 I 等于12 ，I 不知道。好，我现在就是 I 不知道。好，那我们现在事物啊，看看它在哪里。好，10，它已经比10还小，我先试8看看好了。好，你试了以后，如果它才比如说102多少而已，102万多，差蛮多的，你看是这个幅度就大一点。好，你可能 I 等于4去试算看看，好，或者是 I 等于5去试算看看，找出那个可能的范围，然后再用差补法，这样清楚吗？可以吗？好，这是我们上学期其实有跟大家讲过的哈，所以我们很快的就把它浏览过去。所以它这边算出来呢，它的 I 是多少？ 8.78， 好，不是整数的8，它介于8跟9之间。好，那我找出事物找出那个区间之后，我再用差补法去算。你不能说它的有效利率是8跟9之间，那到底是8多少？所以我们要算出精确的正确的有效利率，因为我们在做它的摊销的时候会用到，好，它的利息费用的计算的时候会用到，所以算出来是 8.78。 好，这样看懂了吗？好，那在最后面呢，因为这个例子它延续这个犀牛公司的例子一直往下，因为它当时就设计的是什么，它是4月1号发行，然后9月30跟3月31号付利息，所以它一定会跨一个呢年度。好，那12月31号的时候呢，你有3个月的利息费用已经发生了，对吧？好，那3个月的利息费用已经发生了，所以我就要去承认什么应付利息，因为你还没付啊，你要3月30号才付，所以你会有一个借利息费用贷应付利息，但是你的折溢价你要跟着摊销，因为你12月31号的时候报道期间结束的时候，你要算出来那天为止的应付公司债的账面金额，也就是说你的折溢价的金额去摊销到12月31号报道期间结束日那天为止。好，这是他要做的事情。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课本上面给我们的它是，好，我们只讲其中一个12%好了哈，是付那个事例四。好，它是12%。好，然后对不起，我比较想用那个发行时的分别10811109哈，这个如果要让它有趣一点好了，我们来做事例三，我沿着事例三来做。好，我沿着事例三来做差六年的9月30号，以及差6年12月31号，以及差7年的3月31号，这3个时间点的分录。好，因为我们利用那个例子好了，因为他已经算给我们了，
它的有效利率是8.78%。好，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当我们的差六年的9月30号，这边第一个我这边改一下哈，它不是7月1号了哈，它是4月1号发行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第一次付利息。好，第一次付利息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算它的折溢价，摊销表很重要。好，摊销表你一定要会做。好，我待会休息的时候可以让你练习一下这10期的摊销表写到最后会怎么样。好，期间付利息的现金，然后呢我的利息费用，摊销金额，账面价值。好，所以那这中间我可以多一个期间或者是期数都可以，第几期。好，然后我付利息的支付的现金，承认的利息费用，要摊销的金额，但我这边可以多一栏，要不要多这一栏其实都可以，因为不影响我整个编表的流程。你可以多一个未摊销金额，你也可以不写。哎呦，我不习惯，我觉得这样我多写一下比较麻烦哈。但是如果要让它更完整的话，我还是把它写下来好了。未摊销金额，好，我的账面价值，一开始我的未摊销金额是49109，账面价值是10491009，十期摊下来，我最后要等于什么？100万。这中间休息的时候，让你去试做这个摊销表啊，因为这个课本上没有，我只把示例三把它延续下去而已。好，那他已经告诉我的利息费用是8.78%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期数，1、2、3、4、5、6、7、8、9、10，我只做这两个而已。好，第一次我付利息的时候，我每次要付利息的现金要付多少？100万乘上10%乘上12/6，半年嘛，所以每次要付利息都是付5万。根据票面金额乘上票面利率乘上付息期间，所以我都是每次付利息的现金都是100，都是5万。那我承认的利息费用可不一样咯。好，我的利息费用呢是多少？是不是我的账值去乘上我的市场有效利率？这样看懂吗？我真正负担的利息费用是账面价值去乘上我的发行当时候的市场有效利率。但是你要记得 8.78 是年利率，我每半年复习一次，所以 8.78 要除2。好，对，你看一下1049109乘上0.878除2，46056。所以我要摊销的金额呢，跟五万之间的差，我要摊销3944。好，我要摊销的金额是3944。摊销完之后，1049109，我就会剩下1045165。1045165。所以我未摊销金额是就是45165。45165，对，好。这是第二期，接下来第一期，然后接下来我们算第二期。第二期呢，我的账面价值是1045165乘上0.878除2。所以我承认的利息费用是45883。
四五八八三，所以我要摊销的金额呢，跟五万去比较，我要摊销的是四一一七。好，这两个中间的差就是我要摊销的金额四一一七。好，摊销完之后，我的账面金额一零四五一六五，摊销完是四零一四零四八。104 104 1041 048，好，其他那但我未摊销金额就是41048，其他让你们中间休息的时候来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要做它的分录怎么写。好，因为我每次付利息的时候分录都长得很像啊，所以呢我就不要每次都写科目了哈。利息费用，因为溢价 我要让它一直摊销，一直越变得越来越小，所以溢价原来发生在贷方，那我要摊销它的时候要减少它，就写到借方来啊。所以应付公司债溢价贷方就是我付的现金。好，所以差六年的九月三十号，我第一次付利息的时候，分录四六零五六，开销三九四四，三九四四，付多少？付五万块的现金，这样看懂了吗？就是九月三十号，当我发行的条件，请你根据事例三，我根据事例三去往下做的。好，我跳开事例四的给我们的资料数字啊，但是我还是按照事例四的给我们的条件。好，第一次付利息的时间，然后呢，差六年十二月三十一号，我要调整啊。好，今天我要调整，但是我这边呢？第二次付利息是差七年的三月三十一号，那表示我不能直接拿这个金额去做，所有的数字都除以二，因为是半年，哎，不是半年，三个月，六个月里面的三个月，十、十一、十二，三个月，所以很简单。这个摊销表做完之后呢，你也不要那么麻烦了哦。十二月份我要另外做，不用，你就把这个数字整个除以二就好了。好，这一排的数字整个除以二就是中间值。所以这边我要应付两万五，还没付税两万，所以是要应付利息。好，四五八八三，四五八八三除二，所以是二二九四二。好，那我要摊销的金额就是二零五八。好，我只把我做分录要的数字算出来就好了。好，所以差六年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时候，对不起，我这边因为差六年底的时候我还没有付利息，所以我承认的是应付利息。好，然后来看一下我的金额，应付利息就是两万五。好，其他的我就用还是用蓝笔写好了哈，这样子你就会看得出来科目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的利息费用就是22942，然后呢要摊销的是2058，再应付利息25000。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差七年的三月三十一号。好，我这边呢应付利息又多出来，因为应付利息我差六年底的应付利息，差七年的时候第一次付利息要冲掉，因为要还这一部分。好，所以呢但是我付的是现金的，因为付息日到了，所以应付利息这边贷借方
要了两万五。好，其他的科目我都维持用蓝色的笔哈。所以你可以看，第二期一次你全部要摊销金额，我还要缺22941。22941，那要摊销的金额是2059，2059，付现金付50000块。好，就这样子。这只是写，我先把摊销表，就是先把数字算出来，然后后面数字出来之后，你要形成分录啊。你有写分录，你的账册上才会这样记录。好，这样看懂了吗？这样看懂了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请你把你们的右手边的那个摊销表把它完成。啊，你这个摊销表做，你可以知道你写的对不对？因为摊销到最后第十期，你付了利息，摊销折溢价摊销完之后要等于100万。好，要等于100万。最多只有尾数差几块钱，好，你不可能差到上百的哦，因为100万而已，所以你差个十几块还可以了。你要差的金额太大，那表示一定怎么有问题啊？好，待会请雅珍帮我把这个表完成。好，先休息一下。